亲近农场呢，最近抛出了公告，要出售2只小公羊，主要是要帮他们征婚啦。全身雪白，但是包括4只耳朵，还有整张脸，全都长满了黑毛，黑到看不见眼睛。一看到小朋友拿着饲料，全都冲了过来。他已经你都不怕，你很高兴哎。这种羊叫做瓦莱黑鼻羊，原产地是瑞士瓦莱州，正是英国知名动画《笑笑羊》的原型。南投亲近农场在2022年引进，现在越养越多只。你想要养，机会来了。我一般民众想要标售、标买的话，也可以来这跟我们农场接洽。那主要还是以家里如果空间有够大的话，那如果你有一般饲养动物的经验，那好好的爱护它，好好的保护它，其实都很容易饲养。为了避免家族过度近亲繁殖，将公开标售2只小公羊，让小公羊到别处去娶老婆，也算是帮小公羊征婚。参考国外市场行情，标售价格1只是30万元。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公羊很多，希望能够跟其他农场或者是有兴趣饲养的民众交流。亲近农场说，笑笑羊和一般山羊的饲养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夏天需要剃毛，希望笑笑羊在外开枝散叶，有健康的下一代。记者魏少宇南投报道。